翻到嚟第二節，咦？海又換咗件衫喎，換翻我頂帽嗰個，襯翻你頂帽，係啊，特登換件衫，因為香港品牌啊嘛，係咪？係啊，我諗換衫香港品牌嘅開始啦，你自己嘅成立一個品牌嘅開始啦。其實都係標隊，我哋叫標隊嘅，因為品牌咧一嗌品牌就去打完比賽，因為品牌商業咗㗎啦，係啊，商業咗俾人貼，俾人貼貼，會俾人貼，所以叫標隊好少少，係啊 ，OK， 係啊，咁啊就係啱啱。好啦，咁啊，呢個發展咗有冇話真係愛嚟做生意啊咁樣？其實我都係玩樂性質啦，即係朋友支持啦。因為其實初期可能標隊半賣半送咁啊，你又譬如一件，佢又一件咁啊，啊喂，再嚟冇啦，不如你買啦，買一件係咪真係？其實初期我哋好初步，其實得做咗二十件到啫。一開始即係未喺呢件衫之前，二十件到啦。咁之後。到去到第二個 design 嘅時候，發現啲人朋友嘅朋友好中意我哋嘅產品。咁啊，第二個 design 就係個八卦嘅 design 啦，八卦同埋呢個係本身你個人都八卦，所以配合先 show 好笑。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咧？就係因為你個人八卦，所以其實八卦呢個題材係唔關事嘅，因為八卦其實係我D2 代表隊。我哋有12個人啦，有10個咧，每一年都會去睇我嘅師傅，睇上師傅，睇八字睇上嘅師傅。哦，師傅 ，OK。係啦，嗰啲算命師傅啊。咁啊，發覺不如話將個八卦做落腳隊衫度會唔會好有型咧？咁就起咗呢個 design 啦。咁發現呢個 design， 哇，原來好多人好中意喎。因為可能其實呢個算唔算一個 design 咧？其實唔算 design， 係咯，根本唔係 design。第一個 design 好少少嘅，第一個 design 個八卦咧，其實係個紅心個布嚟嘅，有曬啲布嘅紋喺度嘅。嗱咁啊 OK 喎，我覺得。係啊，之後嗰啲 chip 部位咧，即係嗰八卦嗰幾個卦卜卦啲位咧，其實係啲 chip 部位嘅顏色嚟嘅。誒咁啊，咁啊幾好。係啊，第一個 design 係咁樣嘅，其實。咁就依家就反璞歸真。而家因為我好想玩呢個鏡面，因為呢個鏡面頭先啱個鏡面個 graphic 咧，我覺得係香港冇人玩過。同埋我前面呢個3M 料咧，我哋飛鏢界又係未有嘅。其實我見阿容祖兒有個明星級咯。我哋飛鏢界就冇人去做呢啲咁嘅 T 恤，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做啲網版印刷啊、絲印啊，咁啊呢啲新少少嘅 material 就比較少人做。咁我就想發展一下做呢一類嘅 T 恤咯。咁啊，去到呢件其實。是第二個 design 嘅加強版就變咗一啲。唔係，即係我幾喜歡，即係我曾幾何時我哋開初頭幾集我都已經講啦，即係好想請多啲即係香港自家設計嗰啲飛鏢品牌嘅人上嚟接受下我哋嘅訪問咁啊。你都係其中一個啦，算係即係你有翻你自己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係要設計師啊，或者係我覺得有一個構思而你去做都算係。算是你嗰個自己的嘢啦，係咪？係啊，其實我第三個 design 其實想出，但係唔知點解呢件衫太好賣，不停加單，不停加單，搞到我啲 design 遲遲都出唔到。係啊，唔關事㗎，佢有佢加單，你有你出咗乜 design？ 咁唔得㗎嘛，咁我舊 design 冇人買，咁點得？咁梗係賣曬啲舊 design 先升新 design 啦，好似啲飛鏢配件咁啫嘛。哦，這個我不知道了，你不要問我。正如我又想問你，既然你有自己的設計的自家品牌，為什麼又要去做一些台灣的即叫衫的代理這樣呢？那會有些好像衝突了，衝突了。其實就我覺得不是衝突，我覺得是將自己的牌子或者自己的設計咧，會再推高一個層次，因為我哋發現點解台灣同大陸係會有分別咧？因為台灣嘅熱昇華印刷技術係冇台灣咁靚啊，因為啲印嘅色水等等咧都會有好參差。大陸可能講緊好平可以做一件，但係點解台灣要貴幾倍就？因為個技術方面，台灣發展得很好。唔係，其實係我話俾你聽，我解釋俾你，因為我自己都做衫，其實有嘅，其實佢都有咁高嘅技術嘅。不過我唔賣俾你哋做飛鏢嘅啫，呢個真嘅，真人真事。我幾間，即係話，你哋啲數量又麻煩又剩，我走去做一啲比較大啲嘅品牌、大啲嘅行業，好過做你哋飛鏢嘅行業。單又細又麻煩，咁就係十件八件。所以唔係，所以台灣咧就會佢即係其實大家都可能同一個部機，但係大陸咧就會做一啲比較即係未必受我哋玩啊咁樣。
台灣咧就即係我唔知道啊，我都啱啱知道台灣有三組啊。但係台灣你我都唔知。台灣呢個廠就比較好少少嘅，因為佢細單都會做，同埋佢母公司咧嘅物料咧，其實係賣俾好多大牌子嘅 Nike 啊、Adidas 嗰啲咧。OK。嗰啲廠都會問佢買料。哦，買料啊！買料啊！唔係做咩？唔係做衫，係買布料。佢所以啲布料係你，就算你著住嗰啲料去比賽嘅用料咧，其實都等於坊間平時著開嘅。咁同埋誒，佢哋有一啲認證功能啦，譬如環保啊、健康嗰啲，嗰啲唔講啦，太廣告啦。呢啲唔好講太多啊，講太多我收你錢嘅。係啊，所以咧就呢一，所以就我會揀咗同台灣合作咯。就即係之前其實早兩年我都有做啲中國嘢嘅。但始終印出嚟色差太大，做唔到我想要嘅 target， 所以就轉咗做台灣。就會變成演變成今時今日咁咯。咁你除咗嗱，你除咗你依家譬如你代理飛鏢咧，同埋呢啲衣服之外咧，其實你喺好當年咧都好似做過我哋依一啲網絡電台嘅主持咁樣。其實就有嘅，一定有啦。我諗大家都睇過啦。咁其實我冇睇過。你冇睇過啊？咁啊，真係好難得啊！唔係，因為我記得第一次做咧，我就喺嗱依次真係我要講。你嗰時係做聲音嘅，咪未有畫面嘅。係啊，聲音啊，係啊，即係聲音嘅。咁啊，咁我記得有一次我係我喺日本，我唔記得邊度啦，總之喺日本啦。咁我又曾經去聽過咁啊。聽，因為夜晚嚟咁，我瞓咗啦。結果咧，嗰個數據咧，我翻到嚟香港咧，我係要俾萬幾蚊嘅，即係嗰啲咧，即係要漫遊啊咁嗰啲咧，唉，結果翻嚟都要搞到幾千蚊，真係就因為你。但係所以我都結果係聽唔成嘅。不過都其實你都有嗰、那個即係想話要將自己去。知或者係一啲廣播嘅嘢，你都中想做啊，中意做啊。其實嗰陣時人哋叫我幫手做主持嘅原因係因為我識得呢個圈嘅人好多。因為有時可能揾咗阿 A， 但係佢淨係揾到嗰一忽嘅。因為係嗰、那個係以前我電台之後嗰個人。係咯，算係我接咗你手咯。係咯係咯，可以咁講啦。咁你識落嘅人同我識落嘅人就未必同啊嘛。咁所以就標界都好大嘅。係啊，咁可能你係揾啲年紀比較成長嘅。係就係例如你咁咯。係啊，即係唔係年紀？真係啱啊！因為咧喺十年八年前咧，你係你年紀係輕，我冇揾你。大咗，所以我揾你啦。而家真係老啦。咁所以嗰陣時就係我負責嗰 part， 就揾啲年青嘅人去做訪問咯。例如訪問過邊個咩？嗰陣時其實最深刻係訪問 Unity 啦。但我記得你訪問師傅。師傅其實都有訪問過喎，師傅都有訪問過，同埋訪問咗一啲飛鏢情侶啦，一啲飛鏢嘅團隊啦。咁啊，但係啦，咁重點點解依家唔做咧？重點唔做其實好困身，好嘥時間。有時爆肚，有時爆到唔抽唔睬咁樣，俾人鬧，俾人話，就唔係咁好。其實唔係，你都慣㗎。你喺網絡邊上邊寫字啊，或者係都係俾人鬧。都係。即係你有你鬧人，人哋有人鬧你。所以而家一出畫面嗰啲，我多數都低調少少嘅。以前出聲會大膽啲啊。啊，都係。出畫面就真係驚行出門口俾人打。有時講錯嘢，即係飛鏢應該都唔會嘅，我相信。如果唔係都唔會驚啦。以前寫字都要你撐牆先，我先冇事。都冇咁講，係咪先？我又唔係啲咩人撐咩啫？我真係大家唔好做，大家唔好做嗰啲，跟住喺後邊撐你。但係唔係嘅，我覺得其實有時市場係需要有呢啲反應，個效果會好好多，個活躍程度會好多。有時我都好中意睇人哋花生，或者我出嚟種花生，但係。有了這些 noise， 大家都會對市場更加有認知，因為以前為什麼會這麼容易種到花生，是可能因為比賽賽制有問題，大家都沒有發現。我覺得很多時候出這些所謂花生，因為我們節目就很少講這些，我們就很少花生，因為我們不是一個花生節目。很多時候出現在 Facebook 或者一些社交平台裡面都會是一些呢啲咁樣嘅叫做賽制嘅問題啊，你又你講你嗰個制度啱，我又講我嗰個制度啱，咁好多時咧喺呢方面就出咗拗撬啦。
咁啊，當中咧就有兩群人咁啊 ，Christy 你都應該成日都有遇到，不過我知道你唔會理呢啲嘅。係啊，我不嬲都唔理嘅。最好我好做好自己本分嘅，我不嬲都係企喺度，誒你哋自己啊搞掂佢啦，唔關我事。所以唔係企喺度見到嗰啲就唔係花生。再側邊有第三者。又不知道頭不知道路那些再出去呢那些就叫做花生了所以我一向都說看人的那些叫花生關自己事就叫關心啊是啊有些東西所以呢有時都看不慣要說有時沒辦法例如呢喂喂真的不怕這裡說一下有些即我不是叫你聊是鬥非即曾幾何時有哪兩單會深刻一些呢這些花生其實我會即係一過咗佢就唔怕啦其實我會講啲近期少少，反而我而家出有叫佢唔好講近期啊，寫都要講。出樣喎，出樣喎，講出樣，你驚唔驚？唔緊要其實，唔即係我覺得係我而家對有時對聯賽或者對啲比賽嘅睇法嚟嘅。係 OK， 因為可能我而家呢兩年。都不會打啲好高組別的比賽，我係打啲低。打唔到啦咩？我都打到，我都有十二十三 rating， 我都可以打啲高少少嘅組別嘅。其實有嘅，我唔 show 出嚟啫。我都會，而家我主要都係打啲低水平少少，可能 S 四 S 五啊，帶啲新人去玩啊咁樣嘅。但係我發覺好多時人哋對啲聯賽咧係好執著嘅，哇嗌到好勁啊！嗌生嗌死啊！其實有很多標隊都不知點解喎，哇咩咩咩，掟到兩支杯又嗌，掟到一支杯又嗌，冇杯又嗌。哦，咁嗰啲就我覺得又冇乜所謂嘅。但係有時咧，有時佢哋嗌到望我啊，連對面隊走出去掟標都嗌，就咁又唔得，就會製造到好多花生嘅機會俾人哋。哦，係啊，同埋唔知點解啲人而家係掟個聯賽攞到冠軍係覺得好似贏咗全世界咁啊！但係我哋講緊幾年前，我哋聯賽不嬲都係玩㗎啦，不嬲都係打啲大賽先。所以我咪頭先話講AI 以前我哋啲賽事個掣肘冇咁強，就比較會開心啲。依家我哋就認真啲，而家認真好多，而家啲人真係好認真啊！連聯賽嗰啲都好認真。係啊，真係好誇張。我有時即係我打掟咗十年標啦，我回望翻以前就以前真係太好玩。而家掟聯賽，就算掟啲低組別都係好認真、好緊湊。但係我就唔知點解個風氣會變成咁。因為我自己就有分開少少嘅。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不過我自己嘅一個做法會係咁嘅，我會中意喺一啲譬如交標裏邊去尋找我呢個掟標嘅樂趣，會好即係同人傾下偈，或者我係未必睇你掟標添嘅啫，即係我自己喺度玩，哦輪到我出去玩啦，跟住又同啲 friend 喺度，即係我會喺交標嗰度，但係如果我喺硬標嗰度咧，我就會放多啲精神去認真啲啊咁樣樣，即係可能會之前已經準備啊操標，所以我自己又分開咗呢個玩樂嗰陣時同埋認真嗰陣時，但係依家因為香港好多我哋都係只係接觸呢個交標啊，所以。他們每個人可能即想得到的東西不相同啦是啦可能我真的老了所以有製造因為你們已經經歷了所以覺得即變成他們新人的話即下面低組別很多都是新人他們會覺得很緊張即所有東西都很緊張都會的其實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說就是有時掉聯賽我們應該是放鬆一點去玩即不要太過吵吵、啊、太過叫囂得太厲害因為反而我們我覺得 我自己打聯賽其實 keep 住個水平嘅啫。每一年我其實都係聯賽係負責玩，可能集中打幾個 open， 打幾個大賽咁啊，完成咗一年嘅任務啦，咁先 keep 得耐咯。但第二個你覺得我第二個花生嘅應該就係嗰陣時我上網寫比賽制度嘅問題。嗰個應該係我算是我出道用金山豆個名寫嘅第一件大事啦。嗰陣時就係講緊Super League Cup。我哋有呢、這個，我喺邊度寫啊？喺 JDust.com。JDust Forum。哇，而家想揾翻段片都揾，如果揾啲字都冇咗啦。我揾到少少咯，我揾到少少喺 U One， 因為 U One 所鋪咗半段。係，冇錯。有半段節錄就喺 JDust Forum。大家都可能唔知道我以前做 forum 嘅，所以先至。係啊，嗰陣時，嗰陣時都其實一件大事嚟嘅，因為點樣利用到個system 個系統個漏洞，個漏洞去贏到一場標。而影響到今時今日 Super League 的發展，其實都幾嗰陣時呢段嘢，其實我唔係話好針對任何人去寫嘅，但係確實係令到而家嘅聯賽制度都
改善得更加完善咯。而去其實我都贊成一樣嘢嘅，即係過咁多年就即係叫有啲嘢係需要有人出聲先至會有改變嘅。即係但係咧，當中如果牽涉咗當中有啲人物啊、私人咧，咁啊可能又要睇住。係頭嗰陣時我都用花名嘅，用化名嘅，大家估到冇辦法。冇用啊！大家估到都冇辦法啦。有秘密嘅。大家都睇到好開心喎，其實段嘢。係都係嘅。都幾大回響。即花生就梗係開心嘅，即係嗰時我哋仲未有呢個字眼花生。未有啊，未有。花生呢個字眼都唔知點嚟嘅，真係。花生真係唔知啊，偏得太。嗰時叫是非啫嘛。係是非。講是非啫。係咯。應該都係。係啊。咁唔係潮語嘅花生，即係潮語嚟。都唔係㗎，嗰啲偏得 show。可能即係偏得 show 可能。花生，花生。但係我哋真係要，即係依家變成咗係好似有啲唔係咁好嘅嘢嚟㗎咯。其實我覺得其實係好好嘅。唔係，即係我講嗰個名嚇。係啊。咁當然啦，依家有人講就喂近好啦，俾你講啦，近期好似冇乜花生啫都。近期小事啦，小事素質嗰啲就唔講啦，係咪先？花生我因為我唔係好知㗎，因為其實我又睇完我就算啦。今日睇完我晏晝朝頭早睇完晏晝就唔記得咗嗰啲嘢。我諗花生都是我要等人聽多幾次喎。咦？我係咩咁樣？我先至知係咩。無論花生幾時都係講緊啲聯賽嘢多啲。係啦。永遠都係嘅，永遠都好少講人嘅是非，當然有啦，相對比較少。但係花生永遠種嘅時間，永遠都係開季嘅前後。哦，種花生嘅最好割收時期啊！有時期嘅原來有時期嘅，係啊。好啦，咁啊，跟住咧，你仲有一個自己搞一下一啲叫做直播嘅嘢啊。直播都係個節目啦，有時拍片咁咯。唔係嗰個係咪啊？邊個直播節目？嗰啲係人，即係你搞咗一樣嘢就係，咦係人都可以上去做。哦 ，Facebook 直播嗰個比賽，因為咧呢度講多少少，因為咧就係有一啲賽事咧，即係嗰個叫主辦單位啊，都冇一個叫直播嘅。同埋我記得你開呢個頻道嘅名嗰個叫咩？香港人撐香港人。香港人撐香港人直播頻道，我哋都覺得幾唔錯嘅。所以我哋都即係希望啲香港人都要撐翻香港人啦，包括喺某唔同嘅方面啦，譬如頭先講緊做衫啊，或者係一啲設計嘅品牌啊，或者係一啲講下飛鏢上面啊嗰啲咁嘅之類嘅嘢啦，咁好啦，喂，我講到呢度又時間又到啦，我哋下一輯唔係下一輯喎，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又講下你少少，再多啲深入講多啲你啲私人啲嘢嚇。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再見。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